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 Leo， 笋盘王介绍楼盘嘅时间啦。今次介绍雀跃亭一个南雀高层单位，使用面积597尺，特高楼底3.5米，系凤凰楼，兼且冇窗台设计。本身嘅积系三房，但业主咧就将佢改咗两房。咁厨房系有窗嘅，咁但系亦都做咗玻璃嘅，增加空间感。玄关入嚟，右手边有一啲鞋柜啊，咁我哋再走过嚟呢边厅啦，望翻出去成个荃湾市景，哇，饱览啊，日景夜景，正。呢单位放盘量绝对绝对少嘅，咁而家今时今日业主，你真系一成首期可以做到业主噶啦，系新业主。咁啊，因为呢个单位讲紧3.5米高度啦，咁啊有高度啊，当然咧就有发挥度啦。你睇翻可以做咗个高架床，啊，清一色望翻出去都系一个开阳远景，咁啊发挥度就非常之足够嘅。咁我哋而家去翻呢个主人房啦，主人房都系用一个地台床式嘅设计，啊，增加储物空间。咁咧业主咧当然可能好多嘢挤噶啦，咁但系收纳得整整齐齐，啊，你睇，另外仲有好多空间，走动嘅空间，整咗咁多柜，吓，咁私隐度方面咧就真系足够到不得了。又高又远，电掣全部换过晒，因为是新装修啊嘛，好难揾到有呢啲咁样嘅单位嘅。洗手间色调柔和，入到去非常之轻松，冲个凉，哇正！咁啊，呢啲单位咧就真系快啲嚟睇啦，快啲揾我 Leo， 下次再介紹。